在哪里是 P 图，那简直就是女娲平面炫技，好不好？近日一个话题冲上热搜，垫底辣孩 P 图思路大公开。说起垫底辣孩，当年他正是凭借女娲般的 P 图技术激起了网友们的求知欲知，他到底长啥样？ P 图前他谁呀？ P 图以后我户口本上缺他的名字。 P 图前后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帅的毫无关系。更诡异的是，没有人可以还原出他 P 图的技术，所以呢，凭借巨大的反差和换装的才华，还不到20岁时就坐拥了千万粉丝。总结他的 P 图教学，第一步用祛痘去皱工具调整皮肤的状态，第二步先动轮廓再调整五官，第三步手动调节化身女娲捏脸，第四步先看体态再回到整体。你别说啊，一步步的讲是有思路有条理，原来 P 图也是有这么多讲究和学问的。我就琢磨着要把这个研究透也得下了不少的功夫，并且在教学途中，垫底辣孩曾经提到过原生感，不完美也是完美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法，不一味追求刻板审美，设计出身的高美商 P 图技巧的精准拿捏，几大 buff 叠加，在短视频时代难怪爆火，别说网友，我都想要这种 P 图技术来帮我 P 一个。